踏着七个金碗，长安幕后七载的七位天师之中，有一位来对我说，你到我这里来，我要指给你看高阳的幸福。我就被圣灵感动，天使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，将那忧伤的乐意从天上降下来的声唱，耶路撒冷之所，城中有神的荣耀，他发的光辉如同极贵重的宝石，又像金银的绿，明如水晶，又有高大的城墙，又是12个门，门上有12条诫，又在门上写着以色列12支派的名字，东边有3门，北边有3门，南边有3门，西边也有3门，城墙一共有12座根基，根基上刻着羔羊十二使徒的